猜猜今天吃什么？先猜红色。汽车果冻。这个是棉花糖。西瓜泡泡糖。小鸟，转转转，转到什么喝什么。我们现在开始转喽。一个小鸟杯，我们把它喝掉。我们今天吃大大泡泡糖，先吃个橙色的，橙子味的。这个是草莓味的。这个是青柠味的。这可是童年的回忆哦。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泡泡糖，
大大泡泡糖。小的时候喜欢吹这个泡泡，一吹吹的可大了。的入了，我的妈呀！入，我的天，太厚了，飞具神器，你知道吗？姐妹们，要千石饼，明天卖千石饼，老铁啊！哇，它有两个口味，对，一个是香辣的，一个是黑鸭的，超级香，姐妹，两个口味都好吃，这个好吃是不是？现在正吃着你家烤博，看着你直播呢，这个烤博特别好吃，谢谢俺家宝贝，俺们家香芋圆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香芋圆的那个小鸭脖、小鸭翅。不是小鸭腿，我们卖了好几年了，大爆款，他家专业做卤味的，特别好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姐妹们，香辣的是微辣，然后黑鸭的是甜辣，两口都好吃。追剧的时候看直播的时候是必备款。线下大家都知道，秘制烤博在4块钱、3块钱、4块钱一根，像咱们家氮气烤博最少卖你5到6块钱，因为它很贵，它用那个烤卤出来又烤干，然后再用氮气锁鲜。氮气锁鲜是为了更新鲜，为了就是和刚烤出来的味道一样好，姐妹说是锁鲜的特别贵，它像账袋一样，看就是锁鲜的宝贝啊，这是成本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蜜汁的烤博和我家这个烤干的烤博有啥区别，看见没？这是蜜汁的，这是蜜汁的，这是蜜汁的，这是我们家就是咱们家的那个氮气的，它俩都是35克，能看出来哪里有区别吗？它是烤干了35克，它是卤出来35克，带着水分的。我们家如果说在它没有烤之前是这种的话，最少得达到60克，各种的烤出来35克，而且它俩一样重。你看你老铁完全不一样吧？它也是鸡脖，它也是鸡脖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、没我家是大重量的，姐妹们，大克重的啊！线下你买这么一根最少6块钱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来上链接看好，今天套餐真的超级便宜，乖妹，你想象不到的便宜，而且超级给力。是的，就这一波宝贝，而且大品牌的消费员呢，卖完这一波预售7天。现在还都是72小时，卖完这一波，姐妹到时候再卖就得7到10天发货了，我就不再卖，就是隔一段时间了，姐妹们啊，两个、四个、五个、5、5、6、30，来7个，来八个啊，6个，来7个，6、7、42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来8个，来8个，8、6、8、48，来9个，九个，来来，姐妹们9个，来10个。来十个烤博的话，姐妹在线下买多少钱？10个烤博，宝贝儿，你在线下买的话，60块钱。今天在您的直播间，60块钱您不要，宝贝儿，60块钱咱不要。来59、49、39我都不要。大家都知道，正常也得卖个39吧。来，也不要了，29块9够不够意思？29块9，我说良心话，已经是超级超级合适的价格了，因为它是氮气烤博，它不是那种秘制的，也不是那种普通包装的，我们家氮气的是最贵的，线下都是6块钱左右，姐妹们啊，你这十个60块钱，今天39也。不要直接破价，29块9，来老公改价上车，29块9是不是最便宜的价格？你去年前年买都是29，今年再减10块钱，直接19块9毛钱，双十二的活动给到大家，改价上车，加上库存的我们19块9，姐妹，我们以前卖39，搞活动也得29块9，今天咱们家再减10块钱，19块9，我给你发10根，咱就说牛不牛？你最多最多你29买10根，今天减10块钱，19块910根，下单成功，老铁我还送您一根。来11根，来再给你一根，12根，还送一根，13根，再给一根，14根，我的妈呀，还给一根，还要不要活动？要，来封顶了，15根，到时候姐妹们19块9毛钱给您发的是15根氮气烤博，线下买15根，6块钱一根，多少钱？90块钱吧，老公。是的，啊，每家今天19块9，来瞬间200单没有了，改价上车。而且是大品牌香芋圆的，宝贝儿。这个姐妹们，闭着眼睛入，您就不吃亏。我们姐妹们，29块910根，您都不吃亏，减10块钱，19块910根，再送5根，到手19块9毛钱给你发的15根。我的妈呀，姐妹们，咱买啥呀？全都是肉，这全是肉，看看姐妹。看一丝一丝的，而且你追个剧呀，看个电视呀，看个直播呀，真的就是必备款。拍了2单，拍了2单，这么多拍2单的，来400单秒没。黑鸭辣吗？黑鸭是甜辣，香辣是微辣，姐妹们啊，咸辣。哇，我真的太喜欢吃了。最近最火的就是这个烤博。是的。而且香芋圆是我卖了好几年的一个牌子，这他家新出的新品，姐妹啊。你信我的，线下卖的秘制的3块，这种氮气的都是5块钱。对。超市卖5块钱一根，今天啊，你家。19块9给大家15个，好好吃。我说实话，新品首发价双十二，买5单，谢谢。给力给力。
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囤一些，家里小伙伴都来了，追剧吃呗，姐妹们。是的，哎呦，你看那个烤脖，这是我见过最长的烤脖，没有之一。这几年来最好吃的。你看它的肉，你看它的肉，哥们儿，你看它的肉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看到没有？看到。肉特别厚，它不是那种蜜汁烤脖，你看蜜汁的和它一比，哥们儿。完全都不能比，这是蜜汁的，俺们家是烤，我们家是蜜汁完卤出来再烤的。是的，嗯，六，瞬间600单没有，700单没有了，马上买了，姐妹们，都是辣的啊，哪个味道好吃都好吃。如果你第一次买，买个混合味，姐妹们，如果你只想要一个口味，你就买那个香辣的就行了，因为黑鸭的是甜了，有些时候会挑人，但是我两个口味都爱吃，姐妹们啊。是的，我的妈呀，太快了。过年的时候在家追个剧，放假了，对不对？星期六星期天了，咱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呀，坐个高铁呀，咱路上啃着玩呀，是不是，姐妹们？过过嘴瘾呀，追个剧，看个电视，看个直播呀。我就说姐妹们，老公都爱吃，别说咱自己了。你看喝到货之后，而且还不容易发胖。对，它没有多少，就是连着骨头带着肉，它没有多少脂肪。你看，哇，它是特别大个的，哥们儿，就是你记住了，你在线下买的蜜汁的35克这么大。对，俺们家这个35克。氮气的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对比，哥们儿。我们他和他也是35，我家也35，为啥看着这么大？因为我们在他，因为是烤干的35克，他带着汤汁的，有重量的。我们在他这种现卤出来没烤之前，得达到60克才能烤出来35克。是的，嗯，而且这个肉你看肉特别厚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氮气的贵？就是因为氮气的是干的，它不压秤了，姐妹们。所以说它特别贵，线下买最少6块钱，最少，哥们儿。最少6块。你看一下氮气的，别管是烤鸭脖、烤鸡脖都超贵，因为它氮气是烤干的，在锁鲜的，姐妹很麻烦的，先卤后烤。你看这肉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哇！你这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好牛呀！最关键是，这是我见过最长的烤脖，没有之一。而且是香芋园大牌子。是的。不是杂牌，姐妹们啊，你买的是香芋园，我们卖了几年的一个品牌，超级好吃。你看这肉，姐妹都老厚实了。有点紫。嗯，而且还老长，看见吧？哎呦，你就要放心吃嘛，两个口味都超级好吃，而且是你看这肉，而且都是烤干的。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在想买烤脖的时候，嗯，在超市会有两种烤脖，对，一种是那种真空的，哎。真空烤脖，一种是那种好像胀了袋的烤脖，但是发现哎，这个胀了袋的好贵呀，对，5-6块钱一个，但是那种真空的只有3块。为啥？我给大家说为啥，真空的是这种蜜汁的，是这种就是单纯的烤脖，它是卤好的，但是不烤干。你看俺们家的是氮气的，对，氮气的正儿八经烤干的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个头比它大。我们氮气的是先做成这种蜜汁，然后用蜜汁的再去烤干啊，两种工艺，姐妹们啊，所以很麻烦。你看这个肉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这肉一撕到底特别特别厚。嗯，发几根？发15根。你在你平时买的话，29.9块10根就已经很便宜了。俺们家今天是做活动嘛，新品首发，大家都知道新品首发是最便宜的时候，减10块钱又送5根，到手19.9块给大家发15根。我就说姐妹们，这个价格是千载难逢，在任何地方都买不来这个价格。所以去看一下，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卖29.9块10根，现在咱们家减10块再送5根，而且是香芋园大牌的。就是前一段时间我都没敢卖这个氮气烤脖，为啥？太贵了，29块给大家10个。对，就是香芋园没卖他家的烤脖的时候。在快手上这种氮气烤脖29.9吃给10个呀，哥们儿。对，两个口味都好吃，姐妹们啊，两个口味都好吃，你们都不会踩雷。然后你要是说只想要一个，你就买那个，香辣的是咸辣，不挑人。黑鸭的是发点甜，你可能还会挑点人，但是我觉得两个都好吃。你看，哇，尝不尝，哥们？尝。就是我还是那句话，哥们儿，大品牌就是大品牌，就是人家香芋园做出来的烤脖又。个头又够长，超牛，而且肉还厚，哥们儿，真好吃。你看这肉，你看这肉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这个肉老厚了，你看，你用手一掰，都一撕到底。这个肉，你看，一撕到底，看到是不是，哥们儿？嗯，看到了。肉厚。对，哪个好吃？两个口味都好吃，姐妹们，马上买，1000单没有了，自己一定要去囤一单，姐妹们。你看，星期六了，星期天了，咱们直接拿起来，直接吃，追个剧呀，看个电视，看个直播呀，而且连着骨头带着肉的，连着骨头带着肉的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超级香啊！米线发11包，超级香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的时候，尤其是咱们在家里聊天的时候，追剧是必不可少的。你1000单没有了，你吃别的零食，姐妹，吃得快，容易发胖，吃得多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咱夸张一点，那么多肉带着骨头连着肉的，你吃半。看电视剧，然后你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剧，吃的又少，而且又解馋了，姐妹们，而且还不容易长胖，而且它味道好。香芋园是专业做卤货的，拍2单可以，姐妹们，真的很合适。因为卖完这一波呀，我真没骗你们，上次不是停了将近10天，为什么呀？
因为他卖那么好，为什么停了十天左右？因为全部缺货，这一波又让我们这些主播给他卖火了，又卖完了。然后卖完今天宝贝差不多又得将近十天能给大家发，就是再发了，再停十天了。虽然没有拍了，姐妹一定要去拍一单，真的超级合适，拍两单，今天好多拍两单的，谢谢大家。还有烤鸡脖，相应原价的，哇，好大一个呀，好香哎，哇塞，我好喜欢吃这个，我真的，我发誓，姐妹们，拍着良心发誓，是我卖了这么多年烤脖，我最喜欢的一款，我真没骗你，我平时都不敢吃这种氮气的，太贵了，真的，我们吃的都是蜜汁的，一般蜜汁的都这么大，你看一下对比，单纯看蜜汁的也挺长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看对比，这个也是我以前卖的，因为它没有这个价格没下来，卖的这个也很好吃，也很好，也是拍的。但是这个下来以后，这个真的秒杀它了，姐妹们。对，你看这个肉，你看这个肉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？看到了。肉厚而且特别长，你看。没了。还要不要，哥们？还要吗，姐妹？还要不要？要。这是一根，我掰断了啊。我要再给您扣个压，宝贝，保质期多久？保质期应该12个月吧，看一下，稍微等一下啊。保质期12个月，常温保存就行。常温保存12个月，好好吃，回购2单了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姐妹，我不骗你，我自己都买5单了。我自己，你看，姐妹，你有那大箱子吗？这一箱又快吃没了，我下边又来了一大箱，我自己买的。快干完了这一大箱，看到没有？我自己买的，这都是，这厂家只给发一次，姐妹们，我们都早吃完了，厂家发的都是我们自己从直播间买的，很辣吗？都不是多辣。是甜辣，姐妹，香辣的话就是咸辣，甜黑鸭的话就是甜辣，两个口味都好吃，可以买个混合的，混合的回家，姐妹们啊，回到家追个剧，看个电视，看个直播，这一根老大一根了，我们家是先卤出来，蜜汁完以后再烤干，我们家两道工艺特别复杂，姐妹们啊，而且肉超级多，很大个，肉一湿到底，姐妹们啊，追个剧，看个电视，看个直播，给孩子给老公吃都爱吃，姐妹们啊，追个剧呀、啊、啥的特别好，而且口感一点都不柴，肉又超级多，两种口味都 YYDS， 线下买宝贝，氮气锁芯是什么叫氮气呢？就是你给它蜜制出来又烤干以后，本来就很麻烦了，我们再弄上氮气，氮气锁芯就是让你和刚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大多数食物久了就会不好吃了，我们家为什么会新鲜？因为锁芯了。氮气很贵的，锁完鲜以后就是和你刚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是的，线下你只要是这种氮气的，最少没有6块钱，没有低于6块钱一个的。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宝贝拍了2单，总买你家的，谢谢宝贝啊！买了2单黑鸭，2单香辣的，谢谢我家 GM 宝贝。来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来7个，来8个，8个多少钱？6848块钱。今天48块钱您不要，宝贝直接给您改价，48块钱我不要，39也不要，直接29.9是最低的价格了，对不对？29.9今天再一改以往的价格，今天再减10块钱，19.9改价上车，加上库存量卖19.9，我再送你2个，到手10个，你们也都知道，平时的话，良心话啊，宝贝儿，29.9，你最多能在我们网上买10个，现在你10个就得6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网上买，我们这里买的话就是29.910个，就这么一盘。今天是减10块钱，19.910个了，对不对？超级便宜了。但是今天在您的直播间，我再送您一个，还要不要？这是新品首发，来11个，来再给12个，来再给1个，13个，来还给1个。14个，再给1个，来封顶了，哥们，15个，到手19.9，15个，这可是氮气烤脖呀，宝贝，不是蜜制的，19.9，15个，厂家真的疯了，我们的佣金你们可能说出来就觉得好没意思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我们佣金超低，厂家也是超低的佣金，宝贝，土跑量，跑量，土跑量，来改价上车，加上库存量，哥们，19.9给您发15个氮气烤脖，不是一个月之前你这个氮气烤脖卖多贵吗，哥们？卖29.9，10个，29.9，10个，是。今天是19.9，10个，真的是破天荒的价格，想都不敢想，姐妹们。是的，我们以前从来都不敢卖氮气的，你从来没有见过我卖过氮气烤脖吧？因为啥？因为我们不敢卖，太贵了，怕卖不动。为啥现在卖？因为新品首发这个价格真的打破全网的这个价格了，见了啊！黑鸭和香辣的哪个更辣一些？黑鸭的更辣一些吧。你看这个烤脖，我说实话，大家也都吃过烤脖，见过那么长的烤脖吗？哥们，真没有，没有见过吧？大家吃的烤脖应该都是这种烤脖。比较小，对，比较小，但是比起来俺们家烤脖，你看一下，俺们家烤脖比它大多少，哥们儿？而且每一个都锁芯技术的，肉特别厚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这个肉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看到了，一撕到底，然后背上的肉也是特别厚，咱追个剧啊，看个电影啊，你看一下，哥们儿，1300单了，我给你试一下，哥们儿，哇，这个肉，我的天，太厚了，哥们儿，最新的生产日期，没有存货，而且是大品牌相应源的，你看这肉。一撕到底，哥们儿，我就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任何家都比不来，姐妹们啊！拍了拍了2单，好吃回购，给几个？给15个，新品首发，这种给15个，氮气烤脖，氮气烤脖，宝贝儿，我跟你说，今年你买的最便宜的就是我家烤脖了，超级牛逼！是的，
而且不光便宜，味道超级好，每个女孩子必囤，姐妹们啊，连着骨头带着肉，我啃的不干净，因为比较着急，你们回到家啃干净一些，老爽了，特别好吃，拍了四袋，今天都是两袋、三袋、四袋的买的，超级实惠。蛋清烤包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，因为我们是先卤出来再烤干，烤干以后再蛋清再锁鲜，我的妈呀，全都是钱。大家经常吃烤包的都会知道，哎，超市有两种烤包，一个是那种真空包装的，一个是像蟑螂袋一样的。嗯，为什么这个蟑螂袋的这种为什么这么贵？原来仔细一看，它是氮气烤包。首先，对氮气烤包为啥贵呢？首先，第一个氮气烤包比较大，是这是蜜制的，这是氮气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两种工艺，它是这种蜜制的是先卤了，就卤了，就卤就完了。它这个是先卤了之后后烤的，烤完之后。它还氮气锁鲜，所以说是这一个氮气烤包，你在线下买五块钱一个。想吃牛肉干。一个月之前29.9，别人家给你10个，今天俺们家双十二红包19.9，给大家15个。拍错了怎么改？不用改，姐妹，退申请退款重新拍，这个15根。就是一个月之前你买的还是29.9，给大家10个。俺们家今天大品牌香应源的双十二加新品首发，今天19.9给大家15个。好牛叉呀，这个真牛逼啊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，姐妹们啊，有微辣的吗？香辣的就是微辣，姐妹，你看那个肉，哥们，你看那个肉，你看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哥们，你这样就直接撕着吃就可以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嗯，别等我，等我掉人，然后我吃着还好一点。拍了一单加急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姐妹们，我吃的是混合味的，你看我们这一会儿打开了好多，就是香辣的呀，黑鸭的呀，我们都互相吃着呢，姐妹们，两个口味都有。嗯，我两个口味都满了，混合味的就行。如果是第一次买的话，亲爱的，下下的香应源，香应源大品牌黑标店铺，嗯，不是杂牌。你信我的，哥们，这种，你像这种肉食类的这种东西，俺们家从来不会给你卖那种小牌子或者是白牌，是的，要卖都是卖这种大品牌。香应源最起码每个超市都有卖，这一个5块钱一个，标准价格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买都是5块，俺们家今天19.9给大家15个。这个真的很便宜。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哥们儿，如果说你们家开超市，你买俺们家比你批发都便宜，你可以买回家卖一个，卖五，咱不卖5块，咱卖3块就赚，对不对，哥们儿？我说句实在话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是的，你相信我，姐妹们，你在任何地方你都踩不了雷。而且我家这个价格，姐妹们，错过今天，你得需要再等10天左右了，又没货了。上次卖距离卖这个又等了好多天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给我烤包，我说北大姐妹们没有货，我得10天左右，后来卖了一波，再卖这一波又得等，为什么？太火了，都被卖完了，这所有的主播都在卖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哇塞，你看这肉，姐妹们，连着骨头带着肉，看这个肉太厚了，肉真的好厚实。对，你一撕到底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肉它是干了的，它就像肉干一样，干了牛肉干一样。你看这个肉一掰到底，看到没有，看到了，真的真的老好吃了。哪家快递四通一达随机发来，1500单没有了，宝贝儿，1500单了，卖的好不好自己看下单量，因为我家你看卖了多大会儿都卖1500多单了。实在话，19.9你在任何地方，我敢保证你连五，你最多能买5根，19.9最多买5根到头了，不可能再多了，永远不可能了。但是在我们直播间，19.910根已经很牛叉了，已经比别人家已经很便宜10块钱了，在快手上。但是我们家今天减了10块钱，19.910根，再送5根，19.915根，我的妈，给力啊，你这好吃死了，你还一丝到底，真的好，哥们儿。不是，你们就囤起来，哥们儿，饿的时候、馋的时候、追剧的时候、看直播的时候，你就来这个，吃一个香辣的，行，回去会吃。氮气烤包为啥贵呢，哥们？因为个头大。你看，这都是普通的蜜制烤包，俺们家是氮气烤包。你看一下，哥们，保证每一个所见即所得。大家收到货都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是我买的，我自己的。氮气的贵。对，你看一下，真的是不。为什么要比那个蜜制的贵呀、啊？蜜制的只是第一步，蜜制出来带着水分的，我们是要把水分再烤干。对。所以说烤成这个样子的。而且还要氮气锁鲜。最后一步装袋的时候要氮气锁鲜，让它跟刚做出来一样好吃。所以说它贵呀、啊，你在线下买更贵，姐妹们都卖的可贵了。1500单没有了。一千都得卖到多少钱呢？都卖给大家5块钱6块钱，很多姐妹都不怎么买，顶多买个1根2根的。是的。那太贵了。你买个4根都20块钱了，姐妹们。所以说今天在我们家买，为什么都买3单的、买4单的？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想囤起来追剧、看直播的时候吃。这个肉太厚了，哥们，真的好吃。拍了5单，你看都是4单、5单、3单买，谢谢。都是从香应源的旗舰店给大家发货，哥们。
我啃的不干净，因为我快嘛，我要着急的直播，大家啃干净一些，啃的会慢一些，更细一些，更好吃。我啃的快都没啃干净。刚来给我介绍介绍有没有辣的，行。正好连接掉了，又没了，1500单了是吗？还要吗，关妈？当然要。1500单又没了。你看我给大家拆了这多少个？太实惠了。个个都是大个头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俺们家没有小个头的，哥们儿，你看，这都是我撕开肉的。